果然没来错，是我最喜欢的一类。今日我就带叔父来品尝。别别别，住手！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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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这古房那小子捷足先登了。不能动，滚开！这个是齐国一个了不起的，以往的残兵手也可不会如此狂妄。就凭你这个黄毛小子，叫我们如何信你？ 刺客，刺客，表元兄中箭了。